接下来示范克拉克蓝光控制法补水时间型设定方法。补水时间型的意思是，传统控制阀在补水的时候需要输入盐巴重量去决定补水的多少。美国克拉克蓝光控制阀可以用选择盐巴重量的方式，也可选择用补水时间长度的方式做补水的调整。设定方法很简单，先按 Next 和向下键一次，再按 Next 向下键第二次，这个动作选择现在阀的尺寸是一寸，再来这个选 off， 下一个步骤也选 off， 这个步骤也选 off， 这里就是在让你选择补水是时间型，时间长度就是 min 分钟的意思，也可以选补水用盐巴重量，这是 kg 重量的意思。选择补水时间型，用上下键选择 min 后按 next 就完成了。